啊，肯定的呀，我最期待了。一二三，加油！我很期待 Sunshine 那个 Sunshine 应该会挺有趣的。我觉得哇，好有个性啊！我非常期待他们的演出。就可能我们101个人，他们就是三个特别独特的，就是忍不住想看他们。哦哦哦！哇，来了来了，耶、yeah ！哇！刚说完就来了，谁呀、啊？三帅，什么来了？三帅，好。Yo，Hello。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三帅。大家好，我们是三帅组合。没有别的想介绍自己的了吗？我觉得大家知道的话，就自然就知道了；不想知道的话，说再多也没有用。嗯。谁是队长？我是队长。那你是？我门面、颜值、担当。Cindy， 你是不是特别在意颜值啊？就因为很多人对 Cindy 的颜值攻击性很大，所以他就特别在意他的大脸。对，脸大门面啊，脸大美得清楚。对，看得清楚。你一个屏幕就那么大，我一个脸占了那么多。当时想要参加一个唱歌比赛，森迪想要手机，你奖品是手机，他想要手机，因为组合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原创嘛，就找人花钱在网上找人写的歌作曲，一上午全世界都知道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事情，天天都在发生，偏偏就挑中我们，然后我们也想好好继续往下做下去，我既然已经踏出这一步，没必要再收回一步。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节目？说实话，免费的培训谁不去？不去白不去，去了就赚了。你还没有没困？嗯，你看那个后面那个困。干嘛啦？楼下，你很幼稚哎、欸！那个妹妹一直睡着，我要把她叫醒。我已经醒了。我已经醒了。别睡了，我的天！再拍完了。我也困，不拍你了。醒醒了，马上改单了。我们之前没唱过现场，所以这次应该是首秀吧，算是。对，首秀。Show time。其实我的意思就是第一次就来历练一下嘛，因为我们经验很少，并且经验都没有。对。希望你们不要感受到辣眼睛，不要感受到惊讶，因为我们带的节目跟。有点的那个反差，跟别的有点不太搭，而且我们的这身衣服跟我们这首歌好像也有那么点不太搭。不要期待，不要期待。先表演还是先？先表演。Cool. Let's get it. All right. DJ drop the beat.我可以打下天楼，小七楼。
谢谢。您把我的耳机唱断了。你耳机怎么断了呀？真的断了，因为我拿下来的时候就断了。哦，这是你们第一次现场表演啊？对，算是首秀。那你们在今天的这个准备的表演准备了多久？两天不到吧。其实我之前我有了解过他们啊，可能很多人知道你们组合，因为网上都搜得到，是因为一些，就比如说说你们其貌不扬的一些话语。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在你们这个年纪是受不了这一些的，所以我觉得在你们这个年纪，你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在这个舞台上，你们可以去那么自信地站上来。我觉得啊，在这里是要有掌声的，但是。我不喜欢你们刚刚说你们那个表演才用了两天的时间你就来站在这个舞台上，这是我非常难过的。我觉得其实老实说，团体没有分好或不好，在国外像这样类型的团体也有，所以我觉得你们是很特别的一群三个，如果加了别的队员在里头的话可能也会不搭，所以我觉得你们这团体是成立的。但有了关注呢，你们必须就要更努力的去做好你们该做的，团队的精神跟团队的表演内容都是一样的，好吧？好，明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加油啊、哦！